是负责我们新编教材课程的编章，编章光碟教材的张先生以及赵小姐。很巧啊，教学方式，而这些录影带呢，用 CD 片来制作教材，是现在目前对日语初学者呢会有相当不错的效果。是啊，所以我们考虑呢，如果制作出来的品质反应良好呢，也许会考虑啊全部的科目。我一定有自信能做出你满意的教材。会尽力的。那就慢慢研究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其实大概这样就很了解，那希望你可以问更详细的。那么我们公司的创业作就请多多关照哦。请多多指教。这次多亏了他，英文我还可以，日文完全就不行。制作部分子琳会完全负责。如果没啊，不知道你这样很为难，要不要退出？怕晶晶会很麻烦，他又不懂日语。那其实我刚好，我知道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你先吃啊。哦，对，我想跟你讲一下，其实我最近发现一个地方，就是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边有点艰难，有些读者可能会看不懂，所以我把它改一下。像这样，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好？对啊，还有像这边。我是觉得像有些地方这边，因为他肚子怕看起来太紧，不要这样看我会有感觉。还是这个看起来不要钱的日本便当最好吃。什么团？你不是县里排干什么吗？妈，我想喝酒。不行。能空肚子喝酒吗？先喝碗热鸡汤。你们越来越啰嗦哎，好恶心哦，我都快吐了。来，把这碗热汤喝了。哎呦，不应该是跟电脑有关的、我已经不是小孩子。我知道，得罪你了。好，OK，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？我经过改一下，它比较没那么复杂。如果你这样子呢，把这个放到前面去。嗯哼，你说像这样子吗？会有任何遗憾？赵荣，你别急。因为这是最后一次。跟上，我们要走了。钥匙放在柜台外面，风雨很大，你自己要小心哦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先走吧。好，我们这个也差不多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今天看起来好像精神不太好，要不要先回去？反正好像外面风雨蛮大的。没有，真的差不多了。你确定？好，那我们先进去。看，回到上面这个地方，其实我后来发现这边……喂，子亮，对，我们还在弄淹水了，不会吧？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差不多了，很快，做完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过来，好了，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我会打来的，他应该蛮担心你跟我这个弟弟在一起吧？外面刮台风啊，他当然担心了。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好了，免得人家嫌弃。不用，真的，我们继续，把这个案子做完就好了。可是，真的。好。刚说到哪？我刚刚就说，等一下我把他叫出来。刚刚我们说的这边这个地方，应该有达成我们的要求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再把它删去。这边 ，OK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。
啊、哦，我没听见你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你怎么了？我去拿杯咖啡，你要不要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、哦。哎。啊。分手后，我选择放弃。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代替你为谁，这些情绪不需要情绪，经验放足也放自己，才忽然变得清楚。庆祝我们能够顺利签下合约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尤其是跟你是在等你老公，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了。太好了，我知道有一家很好吃的日本料理店，可是有点远，不介意吧？随便啦，走吧。没关系啊，就这里啊，反正我也想吃看里面的东西。啊，我现在上骑着坐。根沙以前在我这里打工啊，看到他我真的好高兴哦。哎，你不是根沙以前的一个小情人吗？小情人？哎，我真想看你到你的挫样。少啰嗦。哎，兜了一圈，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是在一起的。你要好好的对待他，知道吗？才不枉他当年为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委屈？什么委屈？我妈。根沙啊，这孩子就是老实，不然可是对方毕竟是你妈，你不能怪他啊。不过现在你长大了，不需要妈妈保护了，总算现在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真的是我妈吗？关系，你为什么受我在帮人家讲话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像白痴一样，居然为了恨。如果明天你来，我们就一起下地狱。但是我会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不好意思啊。其实没有办法帮忙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大概月底吧。你去美国的决定都不会改变。我希望他来，我想带他一起走。你有上帝的话，我会求他再给我一次爱他的机会，就算我知道我不能得到我哥跟我妈的谅解，我也尽力，我只希望根沙能够再爱我一次。
什么跟你说再见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跟你见面了。知道。要不要什么？至少还可以给吧。我也会跟你哥哥分手。我没办法选择，所以我决定自己一个人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？为什么你要那么自私？我已经决定。这根本不是你的决定，你只是在逃避而已。如果你选择的是我哥，我会谅解。可是我爱的是你。下去的勇气，谢谢。再见。我不会放弃。我就会放弃你，可是你出现在我眼前，让你的决定，而我的决定就是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你。我会继续读书，我会把电脑学好。我会找到你。你是当你哭着跑来跟我说，你最爱的人。